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抵达布鲁塞尔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。出访前夕，他发声明，宣布制裁2名与新疆有关的大陆官员。This was a reaction to what we felt were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. We continue to have grave concerns about China'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on Uyghurs in Xinjiang. 针对未来相关的制裁措施，白宫不排除任何可能性，将与各国密切协商。不止美国态度强硬。欧盟外长22号也在会议通过，对大陆4名官员和一家建设公司寄出制裁。Who have had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olicies in Xinjiang？ 包括英国、德国都发声谴责大陆。面对欧洲国家发动制裁，陆方很不是滋味，决定祭出反制，宣布制裁10名欧盟人士和4个实体，同时不爽回呛：欧方此举罔顾事实、颠倒黑白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损害中欧关系。阿拉斯加会谈上火药味十足，不但没有让中美关系好转，还让拜登政府首度领教大陆的战狼外交作风。现在会谈结束，双方祭出制裁，恐怕只会让美中关系日益恶化。记者叶立伟综合报道。